灿烂的烟花般，你消失在空荡夜里，那层温暖的爱为时间消失而叹息，旋转的挣扎着的你终于看到幸福的光亮，夜色中依然闪烁，叫着我牵我双手，从遇见之初到一抹相濡，转眼消失不见，一切已如预言。从今后，也只为了梦想的未来，洗尽铅华的你看起来更加美丽，灿烂的烟花般的你消失在空荡夜里，那层温暖的爱为时间消失而叹息，旋转的挣扎着说的对，我是没有把握能做一个好爸爸，但是如果你不要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夫妻之间小事都应该有商有量，何况这是你们之间的大事啊。你说他会不会因为这事跟我离婚啊？小飞，你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有身孕，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身体。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呀。你别怕，做了妈妈以后你会因为孩子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你自己都惊讶。相信我，别害怕了。爸爸合格证，为了这个证我可是费得老鼻子劲儿了，是不是很帅啊？我老公最帅。老婆，我以前觉得养孩子只要不乱玩努力赚钱就够了，后来发现这远远不够，一个家庭需要两个人来维护，我没有想到养一个孩子要学这么多东西，这么的累。老公，对不起啊，是我总是胡思乱想，也不好好工作。其实我也决定了，为了家和我们的孩子，我也要努力工作。
我也有错。我之前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怀孕之后心情会变得那么的不安。对于我来说，迎接一个新生命明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新手妈妈压力会那么的大。我来拿十月的行李。我去给你拿。我想了一下，我还是去外地工作吧，这样十月也就不会总来骚扰你们了。这样也好，我确实也有点受不了了。我每个周末我再想办法回来看心怡。好，你始终是心怡的爸爸。谢谢你。一鸣，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对心怡来说，我们都是她最爱的人。我希望我们俩都能尽好职责，让她健康快乐地长大。这家公司是做运动服饰电商的，就是地方有点偏。还不错啊，这样我每个周末还能回来看看心仪呢。那你为什么不在本地找工作呢？离这么远，想回来可就难了。哎，开车两三个小时能到的地方不算远。我是说你和安安。安安确实是原谅我了，但是也真的没希望了。原谅你不是很好吗？怎么就没有希望了呢？他对我连怨恨都没有，这说明我已经不在他的心里了。他会渐渐忘记我，开始过新的生活，而我呢，只能去偿还这辈子自己欠下的孽债了。林总，您找我。安，快坐。啊，正好我有事情想问你。我想知道你和梁源那边签的是什么合约。就是节目的合作合约。就是说没有排他性的合约。那你可以自己接代言了。我怎么给自己接代言啊？总公司那边打算拍今年的广告片，准备找一个能体现新时代女性精神的代言人。不要大牌明星，要从我们公司的员工和顾客里面进行海选。我打算把你的资料发过去。我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认为新时代女性是很酷的，雷厉风行的那种女强人，比如说梁源啊，或者你妈妈那种。我算新时代女性吗？新时代女性的定义很多，或者说不被定义。安，我看着你一路走来，你让我感受到了你的包容、任性和对抗残酷生活的态度。你从逆境中站起来，靠自己撑起了一片天地，活出了自我，这就是最棒的新时代女性。谢谢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呢。等我把你的资料递上去，如果录取了，记得请我吃一个月饭。是一个月啊。你要再玩的这么晚回来，你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省得我总等你。一鸣哥，我没去玩，你猜我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去烹饪学校了。你还真想给我做饭啊？当然啦，不仅是你，还有心仪。我专门学了怎么给孩子做饭。你呀，别老想一出是一出了，把心思多放在找工作上。心仪不用我们照顾，我不会跟安安争抚养权的。饺子好啦，来，新口味的饺子，快尝尝。谢谢妈妈。妈妈，你和爸爸离婚了吗？心仪知道什么是离婚吗？妈妈在一个地方，爸爸在另一个地方。嗯，爸爸要搬到他新公司附近去住了。就好比心仪长大了，要毕业了，要换到新的学校，你就不能一直上幼儿园了。那爸爸呢，也要从妈妈这里毕业了，他也要去新的学校了。我不要从妈妈这里毕业。傻孩子，心仪不会从妈妈这里毕业的，心仪永远是妈妈的宝宝。有一件事情不会变，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两个人，只要你需要，我们一直在。傻孩子，快尝尝吧。嗯，安安，待会儿我们去见个客户。好啊。那走吧。现在吗？对啊，我先和你吃个饭，毕竟我们两个很久都没一起吃饭了。你不和我吃饭，没发现我都已经饿瘦了吗？说的好像我不和你吃饭，你就什么都不吃了是吗？闹绝食啊？我也吃，请我们俩一起去那家餐厅。只不过没有你在，味道都不好了。走吧。对这份工作，我还是很感兴趣的，而且我可以随时上岗。只是酬劳方面，我还是希望能够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不好意思，我只能给到你这么多。如果你愿意到海外开拓新的市场，那咱就按以前谈好的说。这样的话，那我就再考虑一下了。这个圈子很小，专业的背调您查过了，你以前的老板没说你好，也没说你不好，这个情况你应该知道。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啊，是因为我们以前合作过，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明白了，感谢您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这样吧，我好好考虑一下，我会第一时间回过您的。哎，这不是那天我吃汉堡你喝黑咖啡的那地方吗？对啊。后来我们那天还又去吃了糖醋小排、清炒蔬菜、猴头菇鸡汤，还有一个响油鳝丝。记这么清楚呢？我还记得你当时不喜欢吃酸的，然后特意点了个饮料，然后你喝完一口你就没再喝，然后你那脸就皱得像一个小老太太。你才像老太太呢，你说老太太什么意思啊？就像这样。我哪有，你太夸张了。是不是有点像小老太太？老又怎么样，老你就不喜欢了吗？喜欢，我说过再老我都喜欢，做小老头我也愿意。行，吃饭去。嗯。哎，这边
来这儿吃饭啊？啊，我们刚在附近办完事。我有个面试，正好跟对方约在这儿了。面试怎么样啊？挺不错的。那挺好的，恭喜啊。哦，要不我们三个一起吃个饭吧？刚好我和安安也没吃。我可能不行啊，我还有个面试呢，时间也快到了，我得赶紧过去了。还有一个呢？啊，我最近机会挺多的，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选哪个呢。好，那我先走了。啊，对了，记得周六我要去看心仪的。走吧，我饿了。月薪这么低，不值得呀。要不然就要当拓荒老黄牛，要不然你真的去远一点的地方。不能太远，这样我回来看心仪不方便，我怕让心仪难过。那十月呢？随他吧，周末他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最近报了个烹饪班，学烹饪倒是件好事情，不过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留住你。说实话，你还对他有感觉吗？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像是在惩罚你自己呢？凑合过吧。我真没想到啊，辛辛苦苦奋斗了这么多年，我不去。我说了，我不会跟你去的。你怎么能让我跟你去那种地方呢？而且周末你要回去看孩子，你哪有时间陪我？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你要工作，哪有时间跟我在一起啊？可是我必须得工作呀，我下班了可以陪你。不行，反正我绝对不会让你去的。其实你留下来，我跟你可以有一个家的。这样吧，如果你要不想跟我去，那我们就只能分开。我明白了，你就是想抛弃我，我绝对不会让你去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抛弃你了？我的意思是，你要不想跟我去，咱们两个就分开住。我要出去拿份资料，你起来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带回来。
那我先走了。今天这个直播，我想说说大家对第三者的偏见。曾经有人说过，在爱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这句话我很同意。可是，在现实世界，只要被扣上了第三者的帽子，做什么都是错的。有些男人把自己的一切财产都留给了前妻和孩子，只把残缺的精神和疲惫的心留给了那个深爱着他的可怜女人。没错，我就是那个可怜的女人。你们可以骂我，可是我真的很爱他，而且他已经不爱他的妻子了。我们现在过得真的很难，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得到了一切，他现在还可以风光的做主持人，名利双收，他什么都有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我的报应吧。沈小姐，直播里的女人是您的妹妹吗？她说的是你们家的事吗？对啊，沈小姐，您说一下吧，粉丝们都很关心您。是啊，沈小姐，说一下吧，您透露一下吧。对不起，私事我不回应。哎，沈小姐，你说一下吧。就是啊，沈小姐。小姐，你简单说两句。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稍后我们会做回应的，现在请给沈安小姐一点个人空间好吗？谢谢啊。安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沈小姐，别走啊，沈小姐。沈小姐，再说一下吧。对不起啊，我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真没想到这样没完没了的。其实这种事情很容易解决的，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解决它，还是纵容它继续以妹妹的身份来给你泼脏水。从我的角度，我会建议你诉讼，公司这边全力配合你，再或者我们什么都不做，就让舆论和时间来解决它。你还好吗？不好，很不好。心仪要是知道了该怎么办？孩子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理解得了。你别太担心了。前段时间，因为我和一鸣的疏忽，心仪有一点心理问题，所以这段时间我和他见面比较多，不是为了孩子。你不用解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十月就像暴风雨，摧毁一切后离开，继续下一个循环。什么意思啊？如果他遇到一个新的目标，他就会重新变成那个青春可爱的小女孩，只展现他最美好的一面。
但是渐渐的他会越陷越深，他会越来越需要安全感，他会把一切放在这个目标身上绑着他，但越是这样他就越害怕失去，越没有安全感，越想要控制对方，直到两败俱伤。然后他又会带着上一段感情的创伤更加的渴望安全感，去寻找一个能源源不断给他这些的人。健康的关系是相互的付出和给予，一味的索求一定会有耗尽的那一天。我担心一鸣和他以后。他是成年人了，你不用担心他，他会照顾好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整个事件下来，主要责任应该在男方，背着老婆偷偷和他的好姐妹勾搭在一起，逼着当红 UP 主直接离婚，渣男呀！我还是搞不明白，广大女性网友的舆论都在骂这个小三儿。这渣男是板上钉钉，但不代表贱女就不可恨。坏事做人，人胆子可真大哈！千万别让我遇见他。你有见过这样的？没样儿吗？老板娘，给我打包两份牛肉锅贴，哎，再加两份豆浆吧。你不是电视里那人吗？哎呀妈呀，太巧了！但是假如没有这个小三出现的话，哎呀，锅贴没了，豆浆也没了。你说你没来的时候啥都有，咋啥都没了呢？双方都有责任，而且最主要的责任是在女方，在男方，在女方。主要责任就是男方太可耻。这叫吃着碗里的还霸占锅里的。一鸣哥，那家店的特色锅贴呢？卖完了。那别的店呢？十月，你要想吃什么能自己点外卖吗？外卖都吃腻了，而且那家店没有外卖，我才让你去买。那我自己去买。别担心，我已经让我的公关公司去处理了。还有一些更过激的言论，我会让我的律师和你的律师一起合作，用法律的手段去处理。我跟安安也是朋友，更何况可以帮到你，我何乐而不为？我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就改变我的决定。我知道你是想保护节目。这点我尊重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也要给自己放个假，放松一下。不就是这样吗？女性在职场就是要面对更多的质疑，男人做事不行，可能会被找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是女人犯错，有时候就因为她是个女人而已。看来一直以来是我错了，我还从来没有用这种角度看过问题。你现在能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你还是有进步。对了，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只要不是赞助的事儿，都有得了。我想请你帮我做一场直播。一份牛肉锅贴，一份羊肉锅贴，一份豆浆加糖。牛肉锅贴，就这些啊？羊肉锅贴，豆浆加糖。哎呀，哎，你那豆浆里加点砒霜不？什么意思啊？
跟你说，现在有的人的心呢，比那砒霜都毒呢。阿姨，你在这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开这么大个店，你不想赚钱啊？妈，你这嗑唠的，但我开店不为赚钱，我为了啥呀？我挣的都是干净钱，知道不？你知道我这锅贴店啥样人，我就不卖他锅贴不？就是那些偷别人老公的第三者。偷的又不是你老公，你那么生气干什么？不卖就算了，我就不信附近只有你一家卖锅贴。行，那你去问吧，你问吧，这条街上你问问有没有第二家的人卖锅贴的。跟你说，我都在市场上驰骋老多年了，就活到我这岁数，哎，就我这颜值，我都没说偷别人老公。你说你干点啥不好啊你呀、啊？偷别人老公啊，偷孩子爸爸，把弄了半天还偷了自己个姐姐，你说这有完没完了？哎呦，小样的，你个损仔！我说你两句，你还拿我这当主场了是吧？你啊！有病，那么入戏干什么？一鸣哥，我们还是赶紧搬家吧，这地方我一分钟都住不下去了。你要再这个样子，我们搬到哪儿都一样。楼下锅贴店那个老板娘竟然当着大家伙面说我偷别人老公不知廉耻，她也不想想，她那个又老又丑的样子，想偷还没人呢。然后呢？你什么意思？你觉得他说的很对是吗？他哪说错了？十月，你把我们的事情公布出去，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现在是谁脑子有病？别人在视频底下怎么说我都能忍，但你不能这么说我。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挨骂吗？我安安全都挨骂。正好你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处境了，你知道我过得有多辛苦吗？这怪谁？你这人太自私了，你真的很可怕，我一秒钟都不想跟你多待。喂，李总，我是林耀，我已经把相关律师函和证据资料发给你们了。这件事情，沈安安和孩子是受害者。既然安归公司已经掌握了各大媒体的发言权，那就有义务为无辜者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挖掘阴暗面，把事情闹大。喂，何律师，你好，我已经联系了各大媒体，他们已经删除了大部分的不实信息，至于有一些坚持不肯删除的，我决定使用法律程序。喂，任飞啊，我今天晚上想去你们家住一晚，方便吗？你把我们的事情公布出去，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真的很可怕，我一秒钟都不想跟你多待。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挨骂吗？把我的鞋子脱下来，偷了自己个姐姐。如果你这样，没有人想，没有人愿意跟我住在一起是吗？感谢新锐这个平台。刘海之前的设计确实过于站在男性的角度，从而忽略了最真实的客户女性的声音，这是我没有做好表率，观念太落伍，所以
我将这次所有的设计全部否掉了，我们将重新设计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服饰。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很久。咱们云海的女员工占比过半，但是云海的女性高管却不到10%。那么我决定在未来3年增加云海女性高管的占比。一方面呢，是给更多的职场女性一个更广更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也是给曾经为云海服务过工作过的优秀女性一个迟来的道歉。刚刚我哥躲到我家去了，他没事吧？看起来很颓废，真的特别可怜。嗯，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完。爸，你必须再心狠手辣一点，你知道吗？他已经把你的家搞散，来出来坏你名声，换我挠死他。哎，真可怜呐，竟然被自己妹妹……哎。你们几个长舌妇说什么呢？他生这么大气干嘛？安，总公司那边广告部的人想和你聊一聊，今晚和我去见见吧。嗯。哎呀，心仪，我接。那我把心仪交给你了。放心吧，那我3点钟去接他，你几点回来都行，反正我没事儿。麻烦你了。客气什么呀？你最近天天接送心仪就够辛苦的了。哦，对了，冰箱里有好吃的，你热一下。知道了。嗯。安，现在负面消息已经下去了。现在这种情况，我去争取代言，会不会不太合适啊？怎么不合适啊？毕竟有争议嘛，公司也会有顾虑。现在好像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很可怜。安。越是这样，你越要光彩地出现在那里，告诉所有人你做到了。嗯。你好，幼儿园吗？嗯。麻烦你了。这位是你的阿姨是吧？是的，这是我10月阿姨。哦，你妈妈让我来接你的，一会儿跟阿姨一起去跟爸爸吃晚饭。好，等一下哦。嗯。终于褪下坚韧的面纱。
是最火红中盛开的花，我是刺破黑夜的一刹那，落在翅膀上的光，不像脆弱的伪装。我就是火光。